你们最辛苦了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回来了，来，坐坐坐坐。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累死我了。 谈妥了吗？嗯，谈妥了。那谈妥了，怎么一脸不高兴啊？见过他的也没见过培训这么贪的，一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八成还嫌少。果然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，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呐，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嗯。 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，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，也只能认栽了。正好，大哥。 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思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？哦，你的公公真的够贪的。你的裴公子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裴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没说，他只说一定会给我们穆家一个公道。公道。 半真半假吧，但是商号分红可是源源不断的好处。我估计，裴勋不会再与徐伯钧勾结，胜算会在我们这边。胜算是有，就是太贵。嫂子，嗯，你别先惯。你想啊，这我要是跟裴公子在一起了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嗯，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。 你还真把裴家当婆家了，二哥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不过是帮裴家多说两句话，你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是嫂子还没跟你成亲呢，就给你花这么多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也胳膊肘往外拐了？皮痒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痒了？啊，走了，拜拜。你别走，别走，臭丫头。 你说谁胳膊肘往外拐？谁啊？夫人，来来来来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夫人最辛苦了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汤。好嘞。谢谢。